三百块的烤肉，这烤肉三百块嘞。好，这边菜，但是中间话就比少。好，这边我不需要，现在看盘子。来了，没我吧？你们要吵架，我会自己吵，不需要你们吵。要吵架，我会自己吵。再考虑，你没有低估了啦。最后一样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来三百块过来，没吃鸡骨啊！最好两个，最好两个鸡骨三百，三百块这样三百会不会买？我去年就炒够了。人家给人家爱介绍，介绍买来三百块，或者跟店长介绍，来三百块买条鸡骨，来谢谢。哎，这两边的嘞，五百块，让我了吧。买啊买啊，兄弟兄弟，我买了。来，阿妹吃阿爸，来菩萨们先来，来一千块给我来，一人一份哈、啊，这一家拢三个，阿妹四百块，我这大车特 A 级的啊，看好啊，我都是没有酱汁的哦，特 A 级的哦，适当的哦，一家超过两百票啊，这一家爱三百几块，阿妹四百块来，一千块来，两只给你，三只给你，四只一千块绝对买不到，三家都买不掉了，一个人给买就来，这家多厉害，一千块来，菩萨们一千块得。一千块，一千啊，回单给你，回单给你，一个人五，直接来乱的你，来一千块的，来一千块，来一千块，补三万，够了啦，去买奖补三万嘛，谢谢，那就说起来了哈，要补贵三三万，够了，那边你都几块啊？来好，阿哥要吃啥？来阿爸碗两百块，这样一包，一包八包，一斤长，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来，阿爸碗回单给你，这样一包来，一百块大概要一包就好了吗？来阿爸碗一百块，不吃阿爸碗的，他给你装阿标。来一百块来，来阿爸玩一百，安尼拢快了吼，阿爸玩一百块，你吃蛤蟆哦，好，蛤蟆你干我哈，蛤蟆我给予你哈，来来，把你羽毛出来，蛤蟆，你吃蛤蟆，零钱拿出来，好啊，来，来阿彪袋子拿去了吧，我有袋子，来来，一个给你啦，我的这个比较大啦，来阿爸玩一百块来给你，阿爸小姐后面，来一百块来，阿爸玩拢装快点呗，对吧吼？超好吃的，我们家阿爸碗，你们真的不会买，评价比较美的阿爸碗。来这个小姐控都，来啊，先生，来虾啊，多加虾米来虾，来虾子，来虾子，刚才谁买的？来大哥来，两包嘛，好，谢谢，准备两千米啊。来虾啊，拢快点呗。我来，哦，阿妹吃鱼冻，阿先生。来贡丸，来贡丸，来李同学几包，李三三包，来啊，大哥买几包，来啊，好，李同学是迄落啦，迄落虾饼啦，来贡丸几包，最后一个人给无啊？不贡丸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得给贡丸。谢谢谢谢，开始开始，来要吃鱼冻的哈，来贡丸，来蛤蟆先上场了，真的吃的，来今天给贡丸的蛤蟆，来三两鱼包给你啊，买几包啊？买五十，买四十，买三十，拢唔免这样开五十块来都五十块得嘞。好，人走。一人就二十块啊，二十块来，蛤蟆买二十都，二十块，二十块的蛤蟆来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对啦，咪叫咩？啥物事？二十块。你讲蛤蟆几多啦？快凉凉啊！快凉凉。你老师啊，弄脏你妈，我弄我你妈。你可以无啦。哦，你真正暗。打头我咧呢。来，你再动我。好的呗。来，二十块，通通有了哈。三个，四个。我给你分割点，不要太快。记得来。你分割点，太快讲了。无啦，安尼要按时间紧急滴落。大龙话哦，阿妈看几个后边录者哈。诶，看几个后边方便录者来。来，阿妈稍等一下，等下。来，各位观众，六个客人，上来一道。我们跟这小包起哦，你哪介意？你怎么买啊？啊，这我是要了钱的哦，所以无几个人给，六个人给啦。要吃一道的来，两百块，反正两百块，师傅一桌。上来一道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上高头一点。下下，哎，在一边没啊？哎，一道两百，来，要吃吧？无膨胀来，无膨胀来。你说这个、哦？这个是鲨鱼烟。哦，玉珍，你这样给招，快点！哎，大了，麦克风开大啊！我那边这物件哦，多谢啦，有人买。玉珍，你这样给招，我没看到。我一定是了钱的，你敢要钱？六个人去呢，最后五个人去。来，阿妹讲一百块，阿妹讲一百块，来，阿妹讲一百块，来，两条。来三袋两百，大只胖条来四袋来五袋，你是五包，你四包三包，来两百块来，这袋我请你，总共六袋，来两百块再来一桶，两百最后五个人给你一桶，两百块拢来啊，
块，四块，六块，来六条，你来两百块多。其实咱较早食鱼肚，就是拢要有饲的。对啦，又变那个。是最近最近当咧流行无饲的鱼肚尔啦。啊，鱼肚更加俗哦。你想讲夹唔到伊啊？我乌白白白了钱咧卖啊，去狂狂狂狂，来两百块。伊拢特别这样咧趁钱哦。来，再一个。要靠家啦。拜拜，大哥。来，剩两个鱼肚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啦，对对，关东。来，六片，六片。来，搁一个像的。无啊啦。可以吧？这是在是否好吃？来，各位观众啊，这种我啊，这种我，我现在上场好了，什么个感觉啊？这好料的，我吃。拜拜。我吃大乌啦，这不可能吃大乌的。这龙骨，龙虎石斑的龙骨，营养高只，抗生素，这人要一包多，一包一公斤，便宜啊个。你唔爱吃过，只两三四五粒，六包尔。一人买一包一公斤，猪尾素、猪球丝，两百块两，免二啊五。这人一包，免两百，百五两。这人借一包，一百两。哎呦，我看啊，快点，来一百块，让我上班大分，来一百两。有钱就买无啦，一公斤，百五。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用好酒帮你转过两罐来，几百块来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营养哎，来一百块，最好两包两个吧，有，五二一公斤几百，我拢开始收啦，哦，来赶紧来，来几百块来，用好帮转过拢做袂了，几百块，几百，几百，阿妹妹也去，买包，我说真的，这个没有常常有啦，这比百更加少的物件啦。来，一百块鱼，两百块，这大只，有干那一只呢。阿爸，刚中了不能包。这边还有。所以这比爸还少。来，一百块，最后一百。乌鱼已经开始没有了，乌鱼太多了。有条我来口啃啊，还给咩一包啊？阿哥，乌鱼老师嘞。是啊。哦，起来起来。哦，你哥，你唔做到啊？我卖一百块，卖一万钱。来，阿姨咯，吃多人家点三位，听拢无啊？爸。鲑鱼汤。人家今日两。两加九干八，阿伟一场来。来，要吃大只鸡腿的，来赶快。这是家人口味，不会辣啊。来，两百块完了。你赶紧的来三斤。来大鸡腿来四斤。来两百块来大鸡腿来五斤哦。来就这边吧，来两百了。大鸡腿有人要吃吗？家人大鸡腿来两百，两百要求一斤八十五斤，每两百块不要不要。阿伯啊，小姐，等一下，我搁送你一斤，我搁送你一斤，来两百块来。哎，咱们吃鸡腿吧，来两百。大哥要了，哎，这鸡哥吃你了，真吃大鸡的啦。来两百块的，家人大鸡腿来，好吃又便宜，来两百块，哇，我带你了，来大哥你别给钱给。哎，是呀是呀，来两百块的，来三鸡，来四鸡，来五鸡，这鸡哥你来两百块的，家人大鸡腿，最后三个赶快啦，这个好吃很香哦。来三斤、四斤、五斤，来六斤，给你两百。哎，吃鸡腿的今日没来呀，鸡腿多的今日没来对吧？来，只下剩两个尔，两斤啊，今日来两百了。太久没出现了。两百好来，今日这两斤给你来两百，还有少只几斤啊？你敢知影卖你两百好呢？来有啊哈，来谢谢。事不宜迟了。哎，你那个副队长小轩有多久没吃了？快。对嘛，力气大，我跟你讲，就故意要停那怎么办？现在停不下了吧？两百，不亏了。怎么办？用大脚办的吧？现在要怎么收拾？今年啊，无啊，真正春节了。这头段时我唔敢卖啦，卖头段就卖伊啊。用这收大地，我发了绝对了个顿苦啊。哦。这条超过千啊。哦。这条超过千啊。来，想吃龙胆石斑的，来一千块来。哎，大哥，大哥没被着吗？没有，他没来。他们找到其他人上。大姐啊。哦，有没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一千块多一个，人客敢等钱后边边的咩？老头子，你上。你买你过位，行不行咯？行了，我头家。铁皮啊。铁皮啊，阿米克这边过。上次有说那个妈跟他来做我的线上直播。哦，搞不了。你上次讲过。台北工厂做房子，哦，赚翻了！其实一点一千块就这些话，我是要上我。来来来，来啥？好啦，最后钱两一千块来，龙胆石斑多来。龙胆石斑，你讲咱这得几斤啊？这得只要一千块呀啦，
来1000块来。安尼无啊？用家嘛无啊？开始。阿要红梅，今天啊，这两小块1000块呀咯。来鱼卵啊！哦，鱼卵哦，你不要慌，好。来红梅，来阿干贝啊，先跟哦，这个好吃，来先跟我这。不听呀，好来。有那个富贵猪脚圈呢。来，要吃红梅，来500。冷空金梅500，多少你啊？来打对折哦。只有5个客人，要吃快点，不用500，没700、300，来你要500。来，边上帅哥回去呢。大家香菇的，来你要过来。来，我包2个。来250块。来红梅，你要红梅来不叫？大料的红梅，比你细料的计少，要求细料嘛，不跟我上。哎，红梅。哎，你要红梅，你要红梅，最后一包，最后一包，来，小姐要两包。好了，不要再刷钱了，毕竟要存第一包来当收粮。大家香菇，你应该是忙。你应该是忙吧？你能卖掉对吧？来，小姐要。你能吃到的没料啊？我不当的。阿姐，打你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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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田园虾饼来，田园虾饼，大哥有没有？田园虾饼呢？哦，来来来，我以前好被照嘞，你怎么要吃好好的，而且要超快去点？怎么要吃回来？哎，田园虾饼最后七八，来七八块不啊？几价不啊？虾饼不是欧联饼，来七八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来多一杯来，快点。好，拜拜。这边有啊，谁要走了？不能随便离开现场。喂，你等人家点很久了。北塘人家等很久了，啊，你都不理他、啊。来，几包过来，北塘。哇，帅哥，今晚今天认出来。8包，我今天请个华，84元，1000元包。3包几包？回到店。3包100块，你们要买要快哦。这边边在客北客厅，哦，客厅客厅要下楼。等我哈。北塘要几包来？来，100块来。百货三公客厅，我客厅啊，三公客厅我北货。下桥那种正低档客厅，来几包过来。100块围场，赶快啊！进来啊！进来进来，跟客人要吃豆腐啊！来进来来，一百块的啊，豆腐啊，来吃啊！我分两个。哈哈哈哈哈！用抢的是什么？我唔知，我唔知无啊！上课钱没骗掉，课钱没骗掉，没有拿钱，没有拿到，无法懂。我唔知道，根本我才多。包多少？2包多少？2包70。他都应该有人偷杯，也无应该有告他无人啊。大哥，拍谢拍谢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动作表哥有啊，我不敢发动啊。来，海瓜子肉来，300块给我来。海龟鸡吧，大包的，这7包就要卖1200块。不用买了，谢了，等于你差钱就是了。差钱收得了。来，2包7包来300了，海龟鸡吧来300块。来，星球姐妹来，海瓜子肉。不好意思，只有6个客人买得到而已哈。来，海龟鸡吧，叉椒蒜茶辣椒叉高蒜茶，珠海山买珠辉哥。哦，安娜住，东北当老。来，300块球桃姐妹来，海瓜子肉300块。哎，说没有人要丢钱哦。修哥啊，哦，修哥再来挂几刀啊？来，300了。300、500，来300块，小桃姐妹来，海瓜子肉。哎，今天啊，海瓜鸡巴无上呢，啊，他们不能加银钱啊。啊，无嘛，小姐妹，这300、300已经了钱了，袂灵啊，来300。先小姐妹来300块，你买我搁送一包，300块来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吼，安尼相信我，来300块。你啊，起码头。1分300，你抽100是定金面啊！你看看出来开钱啊！你啊，来个100，把它看开钱，注册了，反正这中国无出来开钱啊！你用暗时啊搞出来哦，你是啊中国无出来开物件哦，暗时啊在酒店嘛，我都捌碰到伊。酒店现在开哦？会讲真的啦，酒店就唔是安尼，酒店无去背包啊，伊去出来也出啊。来300。起来啊！我只要一包送你，无必我就收来啊。4包哦，公斤娃娃哦，是5包哦，来300块，剩下2包，瓜子肉，不是500，来300块来，300块海龟鸡吧，300，都装备了啊，来谢谢。
不多不多，这无刷，这无刷。要怎样？你等于叉烧蒜头啦，叫到蒜头，真正好食。唔免偷刷。来三百块尔。唔免偷刷。纯做打折尔。偷什么刷？来三百块，弄啊，海关子弄。都买到了哦，我卖你们太便宜了，真的。来一份给我。不是我就说起来了，我不会公布的。哎，你那些形象啊，这北京的呢？来，还可以几百弄完了啊、哦？来三百块最好两个。对了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您来。阿爸吃乌鱼标来，乌鱼标来，搁揢两包来过来。有大皮吧？哦，水吧？一个袋子哎。来，要吃开五百块来，乌鱼标五百块。我们家有有在装了，在装了。因为今天有一个人请假，他很会包蛤蟆，他没有来。哦，所以其他人在包蛤蟆比较慢。来，我们吃乌鱼标，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块来。你喜欢包？你这样最近好，待待先出。我三包。我防疫的东西应该还是很忙耶。乖公，今天外表大销售，应该是很忙的。叫你送啊！哇哦！我这个卖落一定要紧，但是他多少卖啊，给我收钱啊，因为外表太济了，我卖也卖哦。真正水的这乌鱼标，我花五百块钱没人赚钱，才六斤啊！斤啊你好，再搁落九斤啊！搁落九斤啊！一个狗买一斤等于吃，就够好人吃，有水无？安尼三包九斤啊，一包三斤，安尼九斤重，一个人吃一斤，代表九个客人买得到，唔免五百，买七百，买三百，好啊，这乌鱼标一人九。没三百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。我没得可能花两百块，你等下等啊，来我标两百块来。两百哎，是两百呢。我输你呢，我输你呢，收牌了。好不乐意哇。哎，一百几块啊。八五八。差劲了。来，唔捌吃过来，两百块啊，我标来，看到没有？两百块呢。我看了几百零，你唔看咩啦？我话你就无效。开三打了。吃两百块，吃拢没有？吃一包了三四百，一包啊，这大包的，这不小包的，两百块的买啊。我靠，够老贵的，我两包我七两块买的。来，外边两百块，来要吃？够有人要吃外边无？那无，那无我收来哦。外边两百块，全部九个，四个。来，八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来，不错。来，七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最好两个浪费了，我一票两百过来，这个七点的，两百几个啊？你收几个？五个哦，这收未够嘞，收未够还要钱嘞。来，有要我一票举手。三、四、五、五个浪费，五个了啊！我讲你五个浪费，你要几包我知啦。无啊，大个感谢你。来六个。六个哦。我们煮六个头啊，看我们两个人要修修跳嘛。六个头全部拢嘛，黑了起来，规包都无阿少啊，哥。蛤蟆啦，蛤蟆呀，蛤蟆我无买阿是，其实拢我买。对啊，奇怪。好呀，好来，蛤蟆三杯来。蛤蟆啦。来，就叫蛤蟆三杯来，麻烦一下吼，来换一下蛤蟆哦。啊，这没有，你无买唔好搞换蛤蟆。来，谢谢，阿表哥，有啥物鱼啊？有啥物鱼啊？客气啊，叫一盘。要几盘？哇，几盘开来？来，要吃毛肚的两百过来，两百块毛肚买两百，两百来招头姐妹了，毛肚两百过来。没有一袋。那个对了，卖完了，卖完了。这两年做防疫，来毛肚两百，几公斤？两百，两百，一包被抓。忙到烦。来三包两百，我要吃毛肚，上面吃毛肚啦。啊，要给人家点点龙舟一招来，七百六，一百块来毛肚，三包你七百块来，不会搞紧的啊，没两百。八块少少卖卖啦，咁今年无啦，春节两包，三包一百块，叫买一块，来七八块毛豆，买一百块有买了吼，毛豆七八块，通通有了吼，啊娘喂，三包七八块，看你心情咧。来，我要摆在上面就好了。好啊，阿姐饼。来，爸，其他无啊，春节了，来，这单做不啊，莫搁搞插队啊。来，干贝海鲜跟超级好吃的，真正好吃，唔免三百。有要吃两百块，我都一包金罐，人讲人卖鱼啊，讲来你要吃两包啊。干贝海鲜跟要买要快，来两百块来，来招头前面。
钓袂了，对啊，你搁袂来啊？你慢慢慢慢仔看，这真材实料的啊，这是无包装尔，这若包装嘞，一包要卖你两百。啊，我讲啊，伊搁听无嘞？都唔知要创哪货？来，要吃干贝啊，先跟你来200块给我。来两个。